听说你口才很好。我口才，我背的东西我能够讲得很快，你要我跟你辩论我辩不过你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特长？模仿能力。这是我做什么你都能够？我能够模仿啊。模仿这么样？一般般啊，麻麻得啦。麻麻得呀。唱歌啊。唱歌，模仿人唱歌，自己唱。你懂得唱什么歌？我唱的多了，粤语歌、法语歌。粤语歌，来，一下子就来高潮了，高潮。莫非可终身美丽，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，对你不知感激敬礼，当你知己才是虚伪。笑什么啊？因为走音了，因为走音了，而且那个广东话呢，很不准，很不准啊！不好笑啊！这个片段给香港人看的很搞笑的。那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是谐星嘛？对，很邪啊！你真的邪邪乎乎的。那浮夸？浮什么浮夸？陈奕迅的《Eason》呀。Eason 啊，好了，来那个。我现在状态不好，我唱着唱着。不觉得，我不觉得你状态好，我会唱着更好。我觉得一个表演者是不应该有借口。我是表演者，我不是唱歌唱者。表演者不是，现在不是。歌也很难听啊，其实。他说了，我没说过。真的，是他说周先生唱歌难听的，是这位几号？你几号？我五号，真的吗？那他唱的好听，只不过当年那个没有发挥他最高水平嘛，对不对？他以前唱那个《中国人》多好啊，还有那个《琉璃锁》啊，顶呱呱，真的。那其实他所有说的话都是他自己立场去说的，跟我完全没关系的，大家也知道啊。你套我话。没事，放心，我们这比赛很大方的。会这样，你说几句周先生的坏话，会给取消资格吗？不会。当然不会呀、没那么黑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你这样说周先生的坏话，周先生没有。周先生会介意吗？肯定不会的，我跟你说。希望你能够。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希望你能够继续走下去。邪心的路上越走越远，不是邪心的路，就这样走出去这条路。再见。他是几号的？13号，梦影。记住了。